有这种民主化的日子哈，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，他真的是我的心目中的最第一个第一名的英雄。我捌这个人哈，虽然年纪跟我不是差很远呐哈，我捌这个人是因为读高中的时阵，在1970年的时阵，向蒋经国开枪的人，伊甲伊的吴啊啦，吴啊就是他的太太的弟弟哈。啊，伫迄个纽约哈，向迄个蒋经国行刺。迄个时阵，你知以前的学生囡仔吼，尤其是若小可较贤读册哈，这方面拢无概念。由于他的行刺蒋经国，报纸足大片的报出来，啊，才华开始警觉到讲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哪有人遐尼啊勇敢，敢向这个蒋经国吼开枪？啊，所以我感觉讲这一位哈，真正是不只是我啦，大概在我的这种童年的这一代人哈，拢感觉讲这个人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台湾英雄啊。啊，我相信各位啊，应该感到非常的幸运啊。今日哈，要甲人上这节课哈，啊，伊就是叫郑志才先生啊。等下哈，咱大家认真甲听讲。伊在经纬，他伊要介绍咱台湾精英的时代哦，啊，伊行刺以后哦，经过好几年的逃亡啊，啊，无照道理来讲，他哦应该有非常好的前途啊，但是因为他的逃亡哦，啊，当然是啊，过迄个国民党的追杀哈，甚至伊回来台湾时嘛叫来关呢，迄行刺蒋经国以后，伫美国防关，伫台湾国去防关，所以。他们讲，唔知我袂晓形容啦吼，但是我用这个机会吼，伫咱大家在同学频道前讲吼，这个人真的是台湾吼绝对不可多得啊，袂当大家袂当忘记的一个英雄。咱来欢迎这个郑志才郑先生，咱来上课开始。李正，行李。各位，咱民政府的夏令营哈，第一届夏令营的学员哈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拄啊，我要来哈，还有着湿湿啊雨啦哈，应该较凉哈。啊，但即马徛伫遮嘛呢，真变哪讲，真湿啦。台湾的讲真湿啦哈。北京话讲真闷呐，哈，也无啥讲啦，哈。啊，各位第一听无？未歹哦。我拄着少年咯，我个讲伊拢伫遐看咧，毋知听我听我伫遐看，哇！哎啦，这有代沟。啊，所以拄啊，我来看了这少年咧哦，恁这少年，哇，这堂课可能无好上咧，可能有代沟咧，哈。啊，拄拄啊，秘书长安尼讲吼，讲1970年代刺杀蒋经国的吼，迄是刺客就对啦。北京话讲刺客吼，啊，各位有感觉我有像刺客无？无啥像呢吼，看安尼斯文的吼，讲话阁慢慢啊吼，安尼哪有像刺客？无啥像呢吼。啊，其实有啦，伫1970年代哦，我是真兵哦，啊，即马唔敢啦吼，即马伫秘书长的头前，我较唔敢吼，我伫两礼拜前吼，伫即个孙文纪念馆吼，有举行一个油画个展啦吼，我差不多5-6年前吼，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吼。我是成大建筑系哈，1959毕业哈，啊，了后1962哈，有出国去美国，啊，去康奈吉美人哈，恁可能捌听着哈，一个大学啊，摕到这个叫做 Urban Design 哈，都市设计的硕士啦哈，啊，所以是建筑设计的哈。但是5-6年前，我就差不多设计工课吼，
结束了哈，啊，我就开始进入去第二个人生规划了哈，我开始画油画哈，啊，这个两礼拜前的这个个展哈，是我这个油画哈第十一次、第十一次的油画个展哈，啊，叫一个 DM 啦哈，大家会当提起做参考哈。诶，我油画作品安尼，啊，拜托你分者。啊，当然今仔这个课吼，我主要是咧要讲咱1920年代甲今嘛吼，即、這個、台湾人对这个这边阿个。对因所处的这个时代哈，因到底爱台湾、疼惜台湾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啦哈？啊，我也想讲，哎，啊，今仔日是，哎，谢谢。今仔日是7月初九拜六哈，啊，各位敢知影？今仔7月初九哈，这个世界哈有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出现，各位敢有听到？啊，敢知影？恁无看报纸？苏丹吼，苏丹的这个国家吼，伊即马苏丹的南部叫做一个 South Sudan 吼，伊今仔日独立，唔是伊宣布独立啦吼，是伊独立，因为今年的1月初九，哈、哦，1月初九1月9号，哈、哦，是的，苏丹哈、哦，南部苏丹有一个公民投票，哈、哦，英文叫做 referendum， 哈、哦，这个公民投票，啊，投票，啊，结果呢，因有一个约束了，就讲投票率，哈、哦，投票率一定要超过60%。这个投票较有准绳啦，哈，啊，结果呢，投票率是98.8%，哈，投票率哈，啊，这个战争，因要含这个苏丹分开，变成到一个独立国家，诶，这个战争的票呢，哦，非常高，98%，哈。啊，其中个那一趴，人民讲因要含原来这苏丹吼，啊个做伙安尼吼，啊所以就是伫迄个今年正月初九，即个投票因通过，啊所以伫6个月后今仔日，苏丹吼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吼，啊这当然是和台湾吼。真大的一个鼓舞啦哈，特别是咱台湾人到目前哈，啊个唔是一个国家，啊咱本身那个无国籍哈，啊所以比较到遐哈，实在是咱感觉讲咱实在是哈，真无尊严啦哈，啊甚至讲迄个伊是奥皮啊遐散的国家吼。诶，咱嘛是国家咧，咱嘛有一个国籍咧，吼，咱拢啊个比输人就对啦，吼。啊，所以拄啊是咧讲，必须着讲，诶，啊，咱要上课以前吼，啊，来讲一段1970年啊，刺杀这个蒋经国，吼，啊，大概这个故事的经过到底是安怎，吼，啊。我是台南人啦哈，啊各位可能北部的较济哈，可能中部的来的较济哈，我台南哈，啊但小学一直到大学啊拢伫台南，唔捌离开台南嘛呢哈，啊即、這个，伫1959成大毕业哈，啊了后就是来做兵哈，啊迄阵的做兵呢。我是做一年个2个月，吼、哦，以这个做兵的时间吼、哦、变来变去吼、哦，啊，我迄阵拄拄啊做一年2个月吼、哦，
啊，阮迄站是用抽签的，哦，啊，建筑系毕业的话，大家拢抽到海陆啊，哈，海军陆战队，哈，哦，啊，去做兵的时阵，哦，哦，推甲呢，真功夫就对了，哈，啊，毕业了呢，阮伫做兵的时阵，哈，伫迄当时迄个年代，哈，1970到即马已经四十几冬啊，哈，迄个年代。诶，即个大学生，哦，差不多恁即个年纪哈，迄阵诶整个诶社会诶气氛哈、哦，就是讲大家毕业了后，就是想要出国，是安怎要出国呢？就是要离开台湾，啊，是安怎要离开台湾呢？因为台湾迄个政治气氛，即、这个高压诶手段，吼、哦，啊个。1960-70年代刷来这个228刷来这个白色恐怖那个年代哈、哦，非常的无那个自由哈、哦，啊所以大家拢要出国，啊个啊拄拄那个时代，美国的工业拄拄啊开始发达，啊所以真济美国的大企业哈、哦，啊拢有去提供这个。和外国、美国以外的这个研究生的奖学金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真侪人请的时阵吼，拢会请得到奖学金。啊，我迄阵是请三间美国三间大学，哈、哦，有这个 admission 哈、哦，就是入学证哈、哦。啊，其中一间就是 Carnegie Mellon 哈、哦，伫这个 Pittsburgh 这个所在，伊给我 full scholarship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的注册费、我的学费、啊，我的宿舍费，哈、哦，哎，拢唔免钱嘅，吼、哦，足好嘅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吼、哦，咱等台北松山机场要去到美国，我走路未到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收水也未到啊，一定要坐飞机啊，还是坐船啊？啊，伊讲1960年代，吼、哦。咱台湾的经济，啊，佫无像即马呢，哦，大家真富裕，真有钱，迄阵无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爸母就咧烦恼讲，即、這个囡仔有奖学金，啊，有入学证，啊，但是无机票啊，无机票要安怎去美国？啊，所以阮老母吼，伊、哦、就将伊的金破链、金手指，吼、哦。啊，伯伯来提给我，吼、哦，啊叫我提去高雄有一个桥仔头，吼、哦，阮一个阿舅伫遐开金仔店，伊讲你即个提去，互恁阿舅安尼吼，啊换现金，啊甲用即个现金去买机票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当时的留学生呢，要出国是拢坐包机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，吼，含只无相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感觉讲，哎，坐包机一定是较贵咧，吼、哦，我坐包机，唔是迄种迄当时学生啊，吼、哦，讲坐包机，吼、哦，啊，较俗啊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飞机离开即马台北的松山机场，吼、哦，啊，飞去哩天顶的时阵，哇、哦，大家心情是非常的欢喜，吼、哦，非常的兴奋，讲哇，安尼已经离开台湾啦。离开这地吼，那就是魔岛啦吼，魔鬼的岛安尼吼，离开这个这款生活安尼吼，啊，要去美国，要追求较好的生活，追求较自由的生活吼，啊，所以就安尼飞去吼，啊，我伫啊要出国以前啊，因为我伫成大内底建筑设计吼，啊，不止也好，成绩真好吼。啊，系主任就甲我讲，你若即个做兵了吼，啊，当来成大建筑系，你会当当来做助教安尼吼。啊，当时我当然是真欢喜啦吼、啊，因为迄当时毕业吼、啊、要找头路啊真困难吼，啊，佫会当做兵了，会当当去做助教，哇，这就赞啊吼，等、啊、有找着头路啊咧。啊，结果呢，我做兵了去成大吼，啊，做差不多2礼拜的这个助教啊，
啊，教会这个清代的教务处诶，就叫我去啊呢，就甲讲诶，你袂使做助教安尼啦。啊，当时我嘛傻无咧吼，诶，啊，你连面通知我来做助教，即摆我袂使做助教咧吼。啊，尾啊呢，啊，甲发觉讲，因为我伫大四吼，大四吼，大学四年时阵，我有一个教授咧教水彩的教授吼。伊喊我袂歹啦吼，啊，伊摕迄个要加入国民党的迄个申请书吼，申请书叫我填安尼吼，伊讲吼，你来加入国民党安尼吼，啊，加入了后有足侪好处吼，啊，你要出国真方便，啊，以后要找头路啊，真好找头路吼，有种种的好处啦吼，啊，迄阵。咱是大学生吼，啊个少年吼，啊真正直吼，真有义气吼。我想讲，你加入国民党有遮济遮济好处吼，啊无加入的人呢，说无好处咧吼。啊，我认为讲安尼唔对吼，安尼即加入都唔对啊，啊所以我就甲拒绝吼。啊，因为有即个记录吼，啊所以伫清代我做。两礼拜做教就放死掉啊吼，啊所以我就来到台北安尼吼，啊伫台北出国以前，我伫中原吼，即马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吼，理工学院啊，遐一个建筑系，我伫遐做助教，啊我要出国的时阵吼，伊遐即个教务长是美国人。啊、所以我要出国，我有迄个三思啦，吼、哦。我是讲啊，我着有一个机会要美国读册安尼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啊伊真好咧，吼、哦。伊讲，你若先去西雅图吼，伊、哦、有一个美国朋友，啊，你会当去遐吼，会当甲照顾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甲写一张推荐函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着载伊一张批，啊，着飞去美国啊。啊，我。台北直接就飞到西雅图去，因为呢，1962哈，拄拄啊西雅图有一个 World's Fair 哈、哦，就是世界博览会啦哈、哦，啊，世界博览会就是各国哈、哦，拢有代表性的迄个建筑哈，伫、哦、迄个所在安尼，啊，我是讲，我学建筑的咧，应该来。遐吼、哦、去参观各国的建筑设计，啊，所以就飞西雅图。啊，我就是这个教务长的这个朋友吼、哦，啊，我就去找伊吼、哦，因为伊有这条配有一个住址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坐巴士啊，慢慢啊，望到迄个所在吼。啊，恁知影美国吼、哦，伊的 city 内底吼。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的吼，食头路的，因无住伫 city 内底 ，city 拢一挂，比如讲经济较歹的吼，住伫 city 内底，啊，经济较好住伫迄个郊区，哦，因叫做 suburb 吼、哦，郊外就对了吼、哦，所以我找到迄个郊外迄个所在吼，真无容易去找到这住址吼。哦哦，啊，就真欢喜呢，啊，就按电铃伫里个试吼，哇，电铃阁拢无人应呢吼，我话害啦咧，啊，即马找无人，啊，个行李遮大卡，啊，毋知要带倒，我真烦恼啊咧。啊，拄拄啊，有一台车吼，驶过，啊，阁开了转来吼，伊看即个社区内底吼，有一个。东方来的一个囡仔，啊，伫遐咧饲电铃吼，啊，伊就来甲我问讲啊，你是要找什么人啊咧吼？我想讲，啊，我都要找这间厝的这个主人啊咧吼。伊讲无啦，拢无人伫咧吼。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 吼、啊，美国的劳动节，啊，全国差不多拢放假咧吼。我话一声拜咧吼，啊，大家拢无伫咧哩。啊，我是要去找谁吼？啊，要转去嘛，唔知讲转去到西雅图 city 的时阵吼，啊，要去住底嘛，拢唔知咧吼。啊，结果这个美国人佫真好咧吼，伊讲无要紧，你来住阮家安尼吼。
哦，真欢喜咧，讲哇，一声拄着贵人咧吼，叫我去带因家吼，哦，啊，我着去带因家，啊，因家也拄啊好，因太太、因囡仔拢去度假吼，会盖一个伫厝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带咧因家，啊，伊看我出国的时阵吼，迄当时安尼，留一个五分头吼，迄当时拢流行剃五分啊，五分头安尼吼。啊，乌打散乌打散吼，啊，所以伊就剪一块 steak 要请我呢吼，我真欢喜嘞吼，即、這个一生第一摆食 steak 吼，食这牛排安尼吼，我袂歹哦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这牛排我切嘞吼，哇，那有花嘞吼，这牛排拢花嘞，我打算安怎呢？但是这人好意啊，好意要请你吃牛排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嘛无法度嘞吼，嘛、哦、是挂花安尼吞就对啦吼、哦，啊吞了安尼个话，真好食，真好食吼、哦，哎，确实人真好啦吼、哦，啊，我是甲表示讲，啊，我是要来西雅图吼、哦，要参观这个博览会，啊，伊甲讲安尼无问题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透早差不多。十点吼、哦，甲载到门牙口吼、哦，啊下晡时四五点，啊来甲载转去安尼吼，啊从安尼我伫博览会参观差不多三四天吼、哦，啊了我就准备啊转去这个 Pittsburgh 安尼吼，啊伊当时我对美国嘛无虾米概念吼，唔、哦、知影讲西雅图到 Pittsburgh， 啊是讲美国的西部到东部吼。哦距离是偌远啊？唔知影咧吼，是讲哎、欸，啊都台北甲屏东尔咧吼，无够偌远咧吼。啊伊问我啊，你要哪去 Pittsburgh？ 我讲我来坐 Greyhound bus。我伊在咧海头咧，我吼 Greyhound bus 吼，从美国的西岸飞哩到东岸吼，爱五六天咧吼。啊你是要哪去啊咧吼？啊我当时讲哎，第一省钱咧吼，啊第二。佫会当沿途安尼吼，小可观光一下吼，应该是袂歹咧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哦，迄古来汉巴斯呀，坐五六天坐到吼，因为拢困伫车内吼，啊，休困的时阵，伊就中途停伫迄个 terminal 吼，迄停车站安尼吼，你落来迄个食一饭，啊，了佫继续驶安尼吼。所以坐到 Pittsburgh 的时候吼，嘴齿拢肿起来吼，拢睏袂好势，啊，食袂好势安尼吼，有这段经过啦吼。啊，我是六二到遐吼，啊，一九六三吼，啊，我就收到这个日本出版的这个叫做《台湾青年》吼，诶，这个刊物啦吼，这就是一个伫日本的留学生吼。因家己发行的啊，台湾独立的这个杂志哈，啊，我有收到这款杂志，我读读下，我了解下原来台湾的历史哈，就是安尼哈，啊，二二八事件安那发生，哦，啊了，我就我那过去读迄个 George Kerr 的《Formosa Betrayed》，哦，被出卖台湾。哇，佮如果了解讲，哦，原来二二八是安尼吼，安尼杀人的吼，啊，佮了解讲，哦，二二八根据George Kerr吼死亡的人数，哦，大死啦两万人以上安尼吼，啊，了解者，啊，所以有了解台湾的情形吼，啊，所以我伫一九六三就参加这个伫美国的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啦吼。啊，了呢，就当然是好好读册。我一九六四啊毕业了呢，就吃头路啊。啊，吃头路，我就先去这个 Baltimore 吼，伫这个 Maryland 这边，甲靠近东华。啊，了呢，但东华较过去咧 New York City 吼。啊，伫美国的独立运动吼，伊是伫主要是美国台湾人伫美国的留学生。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主动自己组织起来、哦、比如说洛杉矶有一个 group、
啊，伫 Madison 哈 ，Madison Michigan 呢，某一个 group 哈，啊，伫 New York 我那有一个 group 哈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即几个四散伫美国大都市即个台湾独立运动的小团体哈，啊，都大家整合起来哈，啊，变成一个较大的组织哈，啊，大家将即个啊人员呢，希望会当集中伫 New York City 哈。啊，所以伫即个1970年，啊，阮就成立即、這个啊世界吼，因、啊、叫做 World United 啊 Formation for Independence 吼、啊，就是讲世界诶台湾独立联盟啦吼。啊，伫即个1970年正月成立吼、啊，啊，1970啊拄拄啊好呢，即、這个蒋经国迄当时。伊是国民党即个政府的副行政院长，啊，佫毋是行政院长吼，伊是副的吼。啊，因老爸蒋介石呢，佮派去即个美国安尼，度一个金的吼，啊，提高伊地位吼，啊，准备要接班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伫1970吼，啊，阮就知伊会来美国啊吼。啊，所以就真济海外留学生呢，大家想，哎、欸，啊，这真好机会吼，会使甲暗杀安尼吼，四界拢安尼想，大家安尼想吼，啊，结果实际上落去进行吼、啊，就是我吼，啊，甲这个阮这个太太兄哥吼，吴、啊、文雄先生吼，伊、啊、当时是康奈尔大学诶这个博士的研究生吼。啊啊，伊当时嘛含即个李登辉哈，共一间研究所，共一间学校安尼啊，伊看那个大学，啊、所以阮就参与即个市长的计划哈，啊，当然就准备一寡即个武器啦、枪支啦这些物件哈，啊，伫即个四月的时阵哦，蒋经国一旦台北就飞来个美国，伫洛杉矶受到即个美国的台湾男学生的示威抗议哈，啊一路啊拢个抗议哈，一直来到 New York City 哈，啊，阮就准备要行动哈，啊，伫即个1970年的4月23暗时哈，啊，阮开一个会，啊，决定讲哎。啊，二是伊到纽约的时阵吼，到底虾米人要开枪？吼、哦，啊，总唔免讲迄个，大家拢开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呢，因为吼、哦，要开枪这样代志吼，啊，非常的严肃吼，啊，非常的这个沉重的代志吼，煞无虾米表示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啊，无安尼好啦吼。哦啊，由我来开枪哈！啊，但是我讲呢，我问两个，哎，安尼袂使袂使，因为吼、哦，我当时啊已经结婚啦哈，啊两个囡仔哈，伊讲安尼吼，牺牲上过大哈，伊讲要由伊来开安尼哈，因为伊迄当时虽然也未毕业哈，啊嘛也未结婚啦哈，啊所以伊决定讲伊要开枪安尼哈，啊所以伫。即、这个1970年的4月24哈、哦，啊，差不多12点的时阵哈，伊、哦、即、这个蒋经国伫 Hotel Plaza 哈、哦，有一个 luncheon 啦、哦、哈 ，luncheon 就是讲有一个午餐会哈、哦，啊，伊招待一挂美国的啊，生理界的一挂人哈、哦，啊，伫迄个所在要做演讲安尼哈，啊，伊当时呢。这个 Hotel Plaza 的门口哈，哇，拢是政治人员哈，有这个纽约州哈，诶，这个政治人员穿制服的，无穿制服的 ，New York City 的政治人员哈，啊，这个蒋经国本身家己炸起的保镖的哈，为个呢，伫这个入口的大厅啦哈。啊，迄当时吴文雄已经人嘛是藏伫只政治人员的内底吼，因为政治人员拢
咱无同的这个单位来吼，互相嘛无一定认识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伊嘛唔知影，吴文雄是政治人员还是刺客哈，唔知影吼。啊，所以伫十二点正阵吼，啊，伊的这个乌色的轿车落来啊吼，啊来到这个旅馆的头前，吼、哦。啊，开门了，伊就慢慢行向这个旅馆的这个大门哈。啊，行到迄个旅馆大门内底有一个旋转门哈。迄、个时阵呢，黄文雄就开枪啊哈。啊，伊开枪呢，因为伊边啊拢是政治人员啊，啊，所以手举起来时喏，警察目睭哦看到吼，将伊手甲弄去哈，所以弄关起来吼。所以撑开去的时候，李将军哦，各个头壳吼，差不多十公分吼，所以拍无着吼。啊，因为这门撑开开了吼，因为真大声嘛吼。哎呀，政治人员哇，开始就乱啦吼，走来走去啊。啊，吴文良呢，哦，这个警察哦，哦，比差不多加足悬的哦，随个饲落去涂骹，啊了呢，三四个警察就挖来吼。拢个跌落安尼，跌落涂骹吼。啊，因为吴文良人细汉，啊，遐济真大个人个跌了吼。伊怎啊等迄个警察个脚吼，怎啊折出来吼，怎啊爬出来，怎啊徛起来安尼吼。啊，徛起来了，伊大声喊讲吼 ：“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”伊是讲让我徛起来吼，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吼，卖个跌落涂骹吼。所以迄一天的这个《New York Times》的报纸的头条新闻就是这条哈 ，“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” 哈、啊，啊，这个事件呢，啊，受到这个媒体真大的注意，啊，了解台湾人的追求独立啊，这个意志哈、啊，啊，在这个第一摆哈、啊，在海外这么大的报纸哈，啊，顶出来安尼哈。啊，当然，这个代志发生了哈，因为我往那撞我去哈，啊，所以和这个警察猫一下哈，我的目镜破去哈，啊，我的头也流血安尼哈，啊，所以刺中这个案件唯一流血哈，煞变我了对了哈，嘿，啊，然后我两个就和这个纽约的这个警察哈，就收押，啊，就押去啊哈，啊，然后呢？因为这个故事嘛真长哈，这个一直到哈，诶，咱时间到八点半嘛哈，所以还够有时间啦哈。所以阿吉了哈，说的就是这个要安那报销哈，交保了，交保了哈，就是你用这个积压。啊，要交保，啊，交保呢？伊当时这个国民党的驻纽约的这个人员呢，去找这个美国的检察官，哦，啊，伫这个司法的讲法哦，这应该是干涉司法啦，吼、哦。因这美国的国民党这人去找美国的检察官，吼、哦，啊，干施压力就讲，阮两个人呢，袂使放出来安尼，吼、哦。伊讲啊，即啰要袂定罪啊，哪有可能无放出来？哦，伊讲安尼啊，无你着保释金吼、哦，保释金吼、哦，啊，该用个足悬个安尼吼，互因无法度交保释金，啊，着袂当出来啊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阮两个人个保释金吼、哦，啊，加加嘞吼，两个人拢爱加起来$2,000,000啦吼、哦。啊，伊当时是。$1对$40台币啦吼，啊是真侪钱吼，啊大部分伫美国的台湾人拢是留学生吼，啊经济嘛无好啊，我、哦、要穷这钱嘛真困难吼，啊但是这个事件呢，对全世界的这个台湾留学生吼，也这个影响啊冲击真大吼，啊所以。大家非常踊跃哈，啊，拢有捐一寡钱啦哈，当日拍工的钱哈，啊，是讲过去欠的钱哈，
啊，有诶摕厝出来抵押诶吼，啊，所以我伫纽约市里吼，哦，拘留32天吼，啊，就交保出来安尼吼，啊，吴文良呢，哦，拘留头三个月吼，啊，交保出来，啊，了后呢，伫1971年吼，1971年，甲开始开庭吼，啊，去审判这个啊，市长这个案件啦吼。啊，因为吴文良先生呢，伊是现场开枪吼，啊，有警察抓到吼，所以伊伫法院内底吼，伊就承认讲，这是伊做安尼吼，伊是有罪就对了吼。啊，我一个辩，我的辩就是讲，我无啊，我和我无关系啊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枪呢是这个台独人民的人提来给我的哈，啊，这个枪有登记哈，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啊，台独人民这个人出来作证哈，啊，所以结果我原来有罪哈，啊，这个法官就是讲无时无日哈要宣判哈，啊，叫阮两个人爱出席安尼哈，啊，结果伫要宣判迄天呢，啊，阮两个拢无出席哈。啊，我走离开美国安尼吼，啊，走人随便去，啊，吴文良先生伊走人请了倒去吼，啊，所以因为阮当时无出庭，啊，所以都无法度宣判啦吼。啊，当然这个故事嘛真长啦吼，因为了后呢，我走到随便了，申请这个政治庇护。啊，结果3个月内底就准了吼，啊，准了了了，我就公开活动吼。结果美国佮向这个瑞典政府提出这个引渡的这个要求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引渡的要求吼，伊需要这个司法的程序啦吼，唔是讲有这个引渡条约。啊，美国需要这个人，啊，抓来就行，不是安尼吼，嘛是还佫需要经过啊，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直直去吼。啊，伫这个印度官司内底吼，我伫瑞典吼，拘留差不多3个月吼，因为这个司法定时遐久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伫最高法院呢，三个大法官判讲啊，两票对一票哈，两票讲爱印度，一票讲袂使印度哈，啊，所以结果爱印度安尼哈。啊，其实我伫内底研究迄个印度条约哈，伊写个真清楚，就是讲，比印度这个人哈，伊所犯的这个案件哈，那是有政治性质，都袂使印度哈。啊，是讲这个案件干涉到了哈。indirect 的吼，间接的吼，有这个政治性质，就袂使引导吼。啊，我这个刺杀这个案件，当然是政治性质啦。哦，你要刺杀一个啊国家一个元首还是副元首吼？啊，唔是为着钱，唔是为着什么？当然是性质诶，政治性质啦。啊，但是当然瑞典这大法官吼，有其他的考虑啦吼。啊，所以就决定讲要将我从瑞典引渡转去美国。啊，伫这个引渡的过程中吼，啊，我伫瑞典感觉吼，啊，有绝食吼，我绝食差不多一礼拜外吼，啊，无食水，无食物件吼，啊，所以送伊到飞机顶的时阵吼，啊，我就昏去啊。啊，所以飞机呢，唔敢飞呢，伊离开斯德哥尔摩吼，瑞典吼。了就伫丹麦就随降落啊，我唔敢飞啊吼，惊发生人命吼。啊，所以降落去丹麦的时吼，随甲送去病院吼。啊，但是丹麦政府伊嘛唔敢甲收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押我转去美国的两个美国警察咯，哇真紧张吼，伊就去找一挂航空公司吼，看有倒一间公司。愿意阁继续飞吼，啊，结果找到一间航空公司吼，
伊讲伊会当啊飞去伦敦吼、哦，所以拄啊丹麦无代无志，甲飞到伦敦去吼、哦。啊，飞伦敦了，我嘛唔知影吼、哦。啊，隔天醒起来了吼、哦，啊，伦敦的这个移民官员就来找我吼。伊、哦、问我讲，啊，你即摆人伫底？你敢知？我唔知。伊讲你人吼、哦，已经伫英国内底吼。哦啊，你是非法进入英国的国土，啊，所以移民局啊扣留起来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美国那边啊，都无法度将我引渡等于美国啦吼。如果你若要引渡这个人，你还阁向英国政府吼、啊、提出引渡的要求吼、啊，啊，所以我阁一摆吼、啊，伫英国阁拍这个引渡的官司啦吼。啊，这英国的制度呢，和瑞典较无同吼，较认真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伫英国这官司拍了九个月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当然我是去互扣押伫内底，袂当出来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因的最高法院，因即马是五个大法官吼、哦。啊，投票的结果呢，是三票对两票啦吼、哦。我那个输一票吼。哦啊，三票爱印度，两票袂使印度哈。啊，结果将我印度等于美国哈、啊。所以等于美国了呢，啊，美国法院呢，我将我以杀人未遂啦哈、啊，啊，判五年的徒刑哈、啊。啊，美国制度是你若关三分之一哈、啊，你就会当假释啦哈、啊，你就会当假释出来。啊、所以我伫美国去关一年十个月吼，啊，了到出来了，我就等于水电啦吼，啊，就等水电去重新啊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啦吼。啊，吴明勇先生，我想吼，伊是离开美国入去加拿大吼，啊，到即卖呢，伊还阁无公开吼，表示讲伊。去加拿大安怎生存啦、啊、吼？伊真无简单吼、啊，但这个离开美国1971年吼、啊，怎啊秘在地下了对啦吼、啊？英文咧讲 go underground 吼、啊，怎啊含台湾人拢无联络了对啊？啊，无人知伊人一堆吼、啊。啊，经过30几冬吼、啊，伊伫1996年吼、啊。等71年甲96年吼，伊甲伫台湾出现，吼、哦，伊甲台湾出现了，啊，转来啊，啊，转来当然是伊嘛是偷渡转来啊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呢嘛是甲起诉，吼、哦，用我非法入境甲起诉，啊，当时伊找诶法官，律师也袂歹吼，伊、哦、是咧讲。诶，当时这个国民党政府吼、哦，伫联合国有签一个公约啦吼、哦，这个公约有这个关于人权的这个公约吼、哦，国民党有签，就是讲每一个人啊，有回去家己的故乡的自由甲个权利吼，伊、哦、要回去家己的故乡呢，无需要什么签证，吼、哦。啊，国民党就讲啊，你都无申请啊，所以袂当转来啊。其实迄是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。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国民党这法院呢，因为这件吼、哦，所以该判也无罪啦。哦，啊，我的情形无同，我比较早头5年转来哈，伊、哦、嘛是用违法入境啊判的哈。哦啊、我回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等待回来啊，电视回来都不知道、哦、他说 要我来证明、哦、我是怎么回来的、哦啊、结果呢他也给他判呢判一年啦给他判一年、哦啊、一年要去关呢、哦、所以我在台湾呢回来台湾、哦、回来家己的故乡又给他判一年的这个感觉、哦啊、所以我伫美国虽然破一年吼、哦，伫美国关三个监狱啦，但台北这边关到咱台南去吼、哦，
所以大概这个情形啦哈。这是1970年代哈，这个台湾人还是讲留学生的这个气象的这个代志哈。啊，即马倒转来哈，今仔要讲的主题啦哈，今仔要讲就是讲台湾呢1895年哈，就是咱清国挂予日本，因为马关条约、甲午战争书、清国书啊，定一个马关条约哈，啊，将台湾挂予日本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日本是开始派兵来台湾，是1895年哈，啊，伊船来到淡水河口呢，无法度入来，因为淡水河口要炮台哈，啊，向个日本船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袂当入来吼，啊，所以日本船呢，结果西单、较单平、迄个苏澳这边吼，但遐上登陆吼，啊，甲用陆军吼入来台北城吼，啊，开始的时阵，1920年代甲1895年这个期间呢，有真侪武装的这个抗日的运动啦吼，啊，迄当时当然抗日就是讲认为家己是汉人吼，啊，无愿意和日本统治吼，啊，但是等1920年开始吼，这个武装的这个案件事件变成做非武装的这个社会运动吼，我来。啊，所以1920年代，哦，甲即马吼将近差不多一个世纪啊，吼、哦，1920即马2011年啊，吼、哦，差不多要100年啊，吼，啊，台湾人呢，游玩呢，啊，佫被统治的这个困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一直在想讲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哦，台湾人呢，经过100年，吼、哦，这个牺牲奋斗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无法度有家己的这个国家呢，哈、哦。后来，啊，1920年，哦，咱知影吼、哦，这个有一个新民会吼、哦，伫东京成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成立就是讲含1970年代相像吼，伫、哦、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组织动用会吼、哦，差不多这个性质，这新民会嘛是。留学日本的这台湾人吼、哦，家己组织的一个新民会，啊，这领导人呢，就是台中武芳的这个林献堂先生吼、哦，啊，伊所领导的吼、哦，啊，1921呢，啊，咱知影吼、哦，有一个台湾这个文化协会成立吼，啊，主要蒋渭水吼，啊，林献堂嘛是主要的领导人啦吼。哦啊，1922哈、哦，有一个台湾议会成立为基层动民会啦哈、哦，这日语哈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林献堂先生哈、哦、领导啊，主要是争取台湾人的权利哈，啊，会当参与日本的这个政治哈、哦，啊，1926呢，啊，有台湾农民组合哈。哦啊，这个领导者呢，就是江杰赵港哈，啊，屏东这边的人啦哈，啊，迄当时，农民主要是蔗农、正甘蔗哈，因为要蔗糖的关系哈，啊，日本呢有真大片的土地呢，叫这农民一定要种这个甘蔗哈，啊，种甘蔗的时阵，就是你放的时阵哈。啊，偷金鸟啦吼，啊，所以受到真大的北下吼，啊，伊当时诶，农民就流行一句话吼，啊，讲上工就是种甘蔗吼，和回下帮啦吼，就是安尼讲，安尼足戆诶，啊，种甘蔗咧用帮安尼吼，啊，1927年吼，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啊分裂吼，分做有一个右派啊，一个左派吼，啊。分了了呢，有一成立一个台湾民众党啦吼，啊，这个民众党会使讲是台湾第一个
成立的一个政党哈。啊，1928年，台湾共产党哈，伫这个上海成立。啊，1930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安尼哈。啊，主要领导人哈，一个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安尼哈。啊，即种种的社会运动，吼，啊，主要就是讲争取台湾人的这个家己的权益，啊，来凝结台湾人的这个认同，吼，啊，迄当时的台湾人都已经是日本人啊，吼，日本籍的人，吼，啊，当然迄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啦，吼，啊，伫这个1920年代、30年代。啊，即个种种的运动吼、哦，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打压起诉，啊，佮判入去坐监的吼、哦，有真济人啦吼、哦。啊，即个人我是一个代表性的吼、哦，啊，我列几个人吼、哦，像张伟水啦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蔡慧茹，即、这个、刘立的先生吼，王、哦、明川蔡培慧，啊，林佑春呢？是这个林献堂先生的弟子吼，啊，刚结主要就是农民运动的吼，啊，尾啊这三位呢，就真有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学家啦吼，啊，大家唔知影知影偌好无？偌好这个彰化吼，彰化人安尼吼，会使讲台湾的这个文学之父吼，诶，这个偌好先生啊，杨贵吼，这个。啊，小说家、文学家哈，哦，即个真有良知哈，啊，真优秀的人，拢参与伫即个运动内底哈，啊，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即、这个啊落脚之灾啦哈、啊，来。啊，1930年呢，有一个太阳展啦哈，太阳展，啊，即主要就是讲。过去台湾这前辈艺术家吼，因的作品呢，需要伫台湾啊完成了呢，佮送伊个东京啊，互东京的日本呢，即、这个审查委员来审查，啊来决定讲啊，因是毋是入选安尼吼。啊，过去呢啊，真济台湾优秀的这优的作家。啊，得到地点吼，啊，非常济吼。啊，因认为讲，哎，安尼唔对咧，咱台湾人家己的作品吼，应该伫台湾这个所在，由台湾人的审查委员家己来审查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啊，台湾文化艺术的主体意识，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哦咧发生吼。啊，这个创会者呢？陈德基无伫遮吼，就廖继春、李兆桥、颜水龙、李梅秋、杨三郎、陈林波吼，遮个画家是非常非常的有名，各位毋知道有认识清楚，遮是足重要的台湾的画家吼。啊，伫遮我特别提起陈德基啦吼，伊是遮个画家内底吼主要的即、这个。啊，变哪讲？诶，老大诶，就对啦，领导人吼、哦，伊真照顾吼伊诶较下辈遮个人吼、哦。啊，真可惜呢，陈德基真早就来过身，伊1931年吼、哦，即34年啊成立吼，伊31年就过身啦吼、哦。啊，过身诶时阵差不多26岁了呢，真无彩吼，足优秀诶一个。尤为家吼，啊，伊是十字人，台北十字的人吼，啊，当时是读台北叫做师范学校吼，也是台湾呢，当时台湾上会使讲唯一的一间学校就对啦吼，上好的学校吼，啊，伊伫这间学校因为参加这个罢课事件吼。和学校退学，我啊学校退学，做无好人读啊，啊所以迄当时呢，有一个日本的这个教水彩的一个老师吼、哦，日本人吼、哦，就是伊西卡瓦吼，石川啦吼，
伊是甲我亲伊一路吼，伊就甲讲，啊无你直接去东京吼，啊去东京参加考试，去东京读，你无一定到台湾读安尼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伊是甲我吼，就写着介绍批，互伊摕去东京吼，啊去参加考试，啊结果我真优秀，伊一考就考入去日本的即个东京艺术学校。啊，伫遐吼，啊，成绩也真好吼，真优秀的一个台湾艺术家吼，啊、来。啊，咱知影1941年吼、啊，就是太平洋战争啊爆发啦吼。啊，迄、啊、当时呢，真侪台湾人哦，若、啊、要读册，啊，拢去日本。哦、啊，那就伫1970年代，真侪人拢留学去美国设厂吼。啊1941年吼，迄个时阵真侪人去日本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日本读了呢，真侪台湾人呢无转来，哦，都转到中国华北去吼。啊，华北迄当时呢，日本成立这个满洲国吼，啊，满洲国的时阵需要足侪人才吼，啊，这个台湾人真侪伫日本拢读医生、学医生的吼。啊、所以真侪拢转到华北去吼、哦，但是即台湾人去到中国的时阵吼，唔、哦、敢讲家己是台湾人吼，伊彼此吼，台湾人彼此的暗号就是用白字吼、哦、来代表讲咱是台湾人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的是真悲哀啦吼，唔、哦、敢表示吼、哦，啊，一个人有法到美国去日本留学的。啊，无法度留学的呢，真侪都定调吼，去做军夫啦，吼、哦，啊去做兵啦，吼，啊参加这个伫日本的南洋作战吼、哦，啊真侪因为这个战争，足侪拢无转来吼，足侪无转来，啊，这各位呐有读到一个作家，台湾作家李峤吼。哦有写这个《寒夜三部曲》《寒夜三部曲》哈、哦，其中一本伊就是写讲哈，因伊个老爸迄辈哈，啊调去南洋作战，啊是迄个经过哈，迄、哦、本小说写个真好哈，啊嘛写个真可怜啦哈，啊真早以前哈，嘛、哦、有伫南洋参加作战的台湾人。做一个原住民哈，唔知啊，战争1945年战争已经结束啊，唔知啊，伊拢伫南洋的迄、那个树林内底吼，丛林内底吼，啊无垃圾哦，无虾米吼，伊唔知战争煞咧，啊佫秘伫内底吼，经过战咯、哦，经过要几十年啊，伊佮走出来呢吼，啊尾啊有送倒转来台湾，吼、哦。这个可能大家不抓有这个印象啦哈，来。啊，1945呢，哦，日本就是台湾日本战败哈，啊，真侪人讲，哎，日本战败啊，台湾占领后，唔是哈，伊、哦、当时的台湾就是日本的领土，日本战败啊，台湾嘛是战败安尼哈，啊，但是真侪。台湾人哈，啊，包括真侪少年囡啊哈，恁这辈哈，真侪唔知影讲，哎，日本战败台湾，嘛认为台湾占领咧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伫网络内底哈，有人甲即个 Facebook 咧甲讲，哎，即、这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因兜伫台湾吼，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啦，吼、哦。哦，我听着拢戆去嘞吼！伊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那有可能日本轰炸家己的领土？无可能啊！哦，所以就对这段历史吼无清楚哈，哦、有这情形哈、哦。啊，1945呢，战争了呢，蒋介石就代表民军，哦，盟军哈、哦、来占领台湾。啊，当然是真侪台湾精英，迄当时伊就真欢喜，讲哇回归祖国啊呢吼。
好嘞。啊，回归祖国了一个四五年哈，经过两年啊，就开始大屠杀了哈。啊，这倒转来这人本来想讲，应该有一番的作为哈，啊，建设台湾啊呢，结果唔是这个情形哈。啊，二礼拜牺牲的人哦，两万人以上，啊，有诶我唔听啦哈，应该还佫有较侪哈。啊，像这林茂生先生啦、陈奇啦哈，刘七龙因这人哈，啊，佫足侪啦哈，这是代表性的哈。啊，拄拄啊，这陈林波这画家呢，伊家己的哈，嘛二礼拜的时阵，被枪杀啦呢哈，国民党枪杀啊。啊，这无被枪杀的，无被抓到的，啊，当然是走啊，哦，啊，伊要安怎走呢？就假说谎又克谎哦。这一定要走，无抓到一定是死的啊！伊这共产党哦，啊，赵少龙伊安怎走呢？伊迄阵咪想讲，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，啊，所以伊就当时呢走去高雄港海军吼、哦，国民党的海军，啊，坐日本海军的船吼、哦，走到中国去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廖文的苏明因这人走到日本吼。哦走去日本，啊，走去日本了后，就等日本呢开始推动台湾的这个独立运动，啊，所以虽然1947年哈，啊，足济台湾人被牺牲，哈，啊，但是嘛促成哈台湾人的一个觉醒，就是讲，台湾应该是家己会当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唔是讲咱是含祖国做伙。啊，是讲咱是中国人，毋是咱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啊，所以台湾独立运动就真正呢，1947年啊开始推动啊呢。来，1949呢，咱知影国民党啊、共产党吼、哦，在中国招台啊、拍啊、密密麻麻吼，啊，最后呢，蒋介石拍输啊，啊拍输边啊，啊走路啊，啊所以就是。1949年呢，蒋介石走来台湾。1949年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虽然日本战败吼，但台湾还阁是日本的领土。1949年，蒋介石是中国的这个国民党吼，还是讲因叫做中华民国吼，走来日本的领土，啊，就是流亡啊，一个国家。走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，所以是流亡来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蒋介石啊是讲国民党，吼、哦，有两重的性格，吼、哦。1945年，伊代表民军占领台湾，吼、哦。伊唔是讲日本向这个 ROC 投降，唔是，日本是向民军投降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1945，蒋介石集团呢占领台湾；1949呢，蒋介石集团流亡台湾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国民党甲蒋介石集团哦，有两重的性质哈、哦，一个是占领台湾，一个是流亡台湾哈、哦。啊，流亡台湾到即马啊，搁在流亡，哦，因为伫国际法流亡袂当改变。这个主权的属性哈，啊，所以一定年那个流亡哈，啊，但是1950年，这个 ROC 在台湾，佮挖起来呢，安怎讲呢？1949，共产党佮拍倒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1949伫中国灭亡啊，灭亡啊，迄当时，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李宗仁啊。哦，蒋介石是下野啊，哈，所以伫中国国民中华民国灭亡啊，但是1950年呢，蒋介石伫台湾，伊开始讲，我要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总统，就是所谓的复兴四世啊，哈，伊要搁做总统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台湾1950年，搁挖起来哈，搁挖起来啊，所以。有人研究一挂学者咧讲，
中华民国，伫中国的中华民国，啊，甲伫台湾我个中华民国，是毋是同一个系统啦吼？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百年吼，啊是安那算的吼？这段期间有断去啊，吼。啊，1950、60年代吼，开始这个白色恐怖最惨烈的时阵吼，啊，一寡只台湾精英。啊，就是走的走啦，吼，那总走人海外去，吼。啊，1952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啊生效，哈。啊，旧金山合约主要就是讲，条约内底写讲，日本呢放弃对台湾甲澎湖的一切管理，吼，这物件呢，吼。啊，1949呢？哦，他有这两个性格哈，好来，阿个说嘞，啊，即摆着抗日代，遮拢大家走啊，因为国民党杀人，有诶无诶掠人哈，啊，所以大家走咱日本，走咱美国，啊，即留学生呢，有伫美国成立啊，即、這个台湾独立运动上早诶哈，1956年，即个五五三，哈。啊，这个1957呢，国民党开放这个啊台湾的地方选举吼，啊，所以有所谓的省议会五虎将吼，这人吼，可能各位我那有熟啦吼，就李万基、郭国基、吴三元、李元振吼、郭务新、柯世炎，这人拢已经拢过身啊啦吼。啊，1964年吼，有一个。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啊，这是潘明敏先生啊，甲伊两个学生贾聪明啊，甲魏廷条哈啊写一个宣言，啊，这宣言强调讲啊，反共这个大陆是无望的哈。伊、啊、当时国民党的国情就是反共大陆啊，哦，哎、啊，公然就讲反共大陆无望啦，吼、啊，无。希望啊，吼，台湾应该爱变成做是一个国家呢，吼。所以伫迄当时敢安尼讲，吼，这是太头多，啊，非常勇敢啦，吼。来，啊，1970啊，拄拄有讲，吼，即个世界大都联盟成立，吼，啊，1970年，潘明敏先生因为伊即个人民啊自救宣言，哦，国民党。啊 ，house arrest 吼、哦，软禁吼，啊，脱离台湾，逃去到这个瑞典吼、哦，啊，1970就起这样的代志，啊，1971呢，蒋介石集体代表吼、哦，被驱出联合国吼、哦，啊，这点呢，真济被误解吼，啊，国民党一直咧讲吼。哦啊，中华民国啦，被驱出联合国，其实唔对，是蒋介石及其代表吼、哦，被驱出联合国，中华民国犹原呢，还佫留伫联合国，但是中华民国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所以被驱出联合国啊，唔是中华民国，是蒋介石佮伊的代表吼、哦，这点大家爱真清楚吼。哦啊，1975呢，蒋介石死亡，哈、哦，啊，1977年，啊，中路教会有一个临宽宣言，哈、哦，啊，宣布讲台湾应该加入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，哈、哦，啊，1978呢，蒋经国啊，继续呢，啊，独裁统治台湾，哈、哦。啊，1979年，即较接近咱较清楚吼、哦，啊，美丽岛事件吼，啊，大量掠即啊反对运动的即人吼、哦，啊，1979年呢，因为美国甲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建交，啊，所以含即个 ROC 吼、哦，中华民国断交啊，啊，断交了后呢，1979呢，美国。通过伊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叫做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哈，
台湾管的法。啊，这个台湾管的法是美国的国内法。啊，是哪成立一个国内法？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也是成立一个国内法。台湾那是国家的时候，伊来定一个条约，国甲国的中间的关系，吼、哦，啊有条约。伊这个不是，伊这纯粹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内法。啊，所以真就是证明讲台湾本身不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台湾管的法内底呢，伊咧讲统治台湾呢，有一个台湾地理当局啦，吼、哦。伊英文叫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哈、哦，伊无要叫中华民国哈、哦。197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呢，伊即马个称呼做台湾地理当局哈、哦，唔是中华民国哈、哦，唔是国家呢哈、哦。哎，86年啊，这个民进党左党哈，突破党籍。啊，87年，哦，这个戒毒实行38年，的这个戒严哈、哦，啊，虽然是戒毒这个戒严呢，87年嘛是啊，佫有人被判刑哈，蔡友全考着着嘛是去判刑啊哈，啊，所以这个戒严以后，真济反对运动的人，啊是讲海外的人回来哈。大家拢到里面熬乌丝的体制的选举吼，因为无危险性啊，大家拢拼来选举吼。啊，1989年，郑南榕先生吼啊自焚吼，来。啊，1970年代吼，从1988开始哦，海外这台湾人陆陆续续啊拢转来吼，有的是。摕着签证转来，有的是即个偷渡转来吼，像即个李应元是偷渡啦，张灿龙嘛是偷渡转来吼，张灿龙伫机场咯获掠着吼，李应元是伊转来毋知影，转来不只久啊吼，较知影讲伊人转来咧吼，啊，剩诶则拢有签证转来吼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即海外黑名单转来吼，过去伫海外成立台湾独立运动，就是要拍倒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因台独联盟的即个党纲提掉，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推翻中华民国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即马会当转来的时阵，用一切手段投入去中华民国的选举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是前后吼、哦、真大的一个矛盾啦吼、哦。啊，1990年哦，李登辉就就任 ROC 是中华民国，啊是讲中国台北的总统吼、哦。来，哦，1991有一个一百行动联盟，哦，所以1991拄拄我转来迄年吼、哦，啊，拄到这个行动联盟。啊，剩诶一寡即运动吼，佮、哦、一个检查有一寡印象啦，有一个外读会吼、哦，啊一个台湾教师联盟吼，即、哦、1992开始吼、哦，啊因就去台湾增加四国吼、哦，啊去演讲吼、哦，去宣传即个理念。啊，1996年，哦李登辉是第一任诶民选诶吼，即、哦、是民选诶即个总统安尼吼。哦2000年，哇，2000年真欢喜吼，伫民进党的阿扁啊，哇，选到总统安尼吼，大家真欢喜，希望讲这个阿扁啊，八年的执政吼，有法度透过正面运动来建立家己的国家吼，啊，结果就是讲证明正面运动未通吼，台湾这个正面运动这条路未通，不但未通，本身佫拍落去。国民党拍来乌落安尼哈，好嘞。2006年哈，啊，这个林志升顶哈，啊，一挂人呢开始向美国
提出抗拒。哦，啊，主要是讲美国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，美国应该有义务来解决台湾的问题，哈、哦。啊，结果美国采取迄个模糊政策，哈、哦，和台湾人的这个地位呢，一直拢无法度解决，六十几年来无法度解决，啊，所以向美国法院提出告诉，哦，啊，主要是咧讲。美国根据旧金山合约，伊是主要占领韩国，因为伊打赢日本啊，哦啊，所以伊有这个啊主要占领韩国的这个啊位置就对了哈、哦，英文叫做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主要占领韩国。啊，美国呢，伊是征服日本，伊打赢日本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。变成说是美国海外一个未合并的领土，伊毋是美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啦，吼，伊叫做未合并，无合并入去美国的领土，吼，啊，所以根据美国的宪法，吼，伫美国海外未合并的领土的顶端的台湾人民呐，这个台湾人民就是讲1945年。迄当时日本投降的时阵吼，迄当时的台湾人就是台湾本土人民吼，应该有享受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人权啦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美国爱保护咱的人权吼。虽然咱是因叫做非公民的美国国民啦，吼，伊毋是美国的 citizen 吼。伊是美国的 national 啦，这是伊这个根据战争法吼，的一挂这个论述啦吼。啊，所以瑞加合作吼，咱的何水源先生吼、林志雄先生等等吼，因这人的一挂主张甲论述吼，是经过美国法院的辩论、的辩证吼，一种论述加。提出法律去辩吼，表示讲伊这论述是正确吼，啊，所以2026年过个哦，过来讲个2009年吼，来下一页，美国最高法院哦有一个判决落来吼，啊，这个判决文吼，伊辩论的这个内容吼，佮经过吼。应该照讲，各位要有这个资料来看吼，真精彩的一个辩论啦吼。啊，主要我想提出伫这个重点吼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，伊是安尼讲吼，伊讲伫过去六十几年来吼，台湾人民有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伫台湾呢，无有一个。一地领地的政府，哦，政府啊，无一地领地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，无有这个确定的地位，哦。啊，但是法院是安尼讲，吼，伊是讲，什么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，吼，这是政治问题啦，吼，伊是讲。法院呢，对这个政治议题呢，超过伊的管辖权，吼、哦，伊无缺乏这个管辖权，啊，所以伊无法度去继续受理，吼、哦，这个案件，吼、哦。好嘞。啊，这个案件以外呢，啊，美国啊一再对国际宣示，吼、哦，一再讲。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在咧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嘛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所以这个美国国会对台湾的管辖权，即马就是讲，换言讲，欸啊，对台湾的主权的这个行使、这个认定是政治认定啊，啊，所以即马真清楚啦，吼，就是讲
咱的努力的对象应该是美国的国会，较有法度吼啊提案来解决台湾问题啦吼。虽然咱个别一个法院，但是某种程度呢，咱有得到答案啦吼。但是要阁进一步，就是讲政治要向美国国会、美国国务院吼啊来要求。哦，做一挂代志安尼吼，来。啊，最后呢，就是讲这个啊，2011年吼、哦，这個、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时代阴影啦吼、哦。啊，目前咱的这个运动虽然是一个民政府吼，嘛、哦、是这个啊社会运动型的这個、啊组织吼、哦。啊，咱的目标。就是向这美国国会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这认知，吼、哦，咱知咱搁刷嘞的这个策略，咱的整个的战略，咱的路线，吼、哦，要安那来做，啊，都比较得较清楚，吼、哦，袂讲过去一百年来，遐侪人牺牲，啊，搁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啊，得到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我的这个。课吼，演讲到这，啊，我留十分钟啦吼，看各位有啥物问题无吼，啊，要交流一下呢吼，感谢感谢。经过法院的迄个判决文哈，啊，咱知影讲台湾人没有国籍，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，咱开始，即马开始咧认证哈，啊，要发张身份的证明，要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是1945年。迄、那个 point in time， 迄个时间点吼，遐台湾人啊，甲伊后代遮人，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啊，遮人呢要发一种身份证明号，互来登记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摕到这个身份证明呢，你要入去美国呢，无需要美国的签证，吼、哦，意思来讲。美国有渐渐要承认台湾是未合并的海外领土啊，啊，所以享受美国宪法所保证的这个基本人权。啊，这个基本人权第一就是讲有旅行，咱有旅行的自由。啊，要旅行的自由，你要有证件。啊，即马这张身份证就是证件。哦，这是第一步，咱即马咧做的。哦，啊，即马是高雄州开始咧接受登记吼、哦，啊，台中州嘛是已经有接受登记安尼吼，这是因为这个个数吼、哦，所延伸落来一个啊，正在即马正在进行的工作安尼，嗯。啊，其他啊，搁有无？无困去的，再去问哦。哎，我来，哎，中华民国应该是知影，应该知影啦吼。虽然咱无讲伫报纸媒体上讲这代志吼，但是因当然是应该知影吼。但是知影嘛，无多阻止啊，哎，无多阻止这代志。就是你要有户口，这个户口誊本证明呐、啊，
啊，这个证明就是讲，比如讲我的情形，我是1945年以前生的，哦，所以这一定是台湾人。那1945以后生的哈，都要有证明啦，哎。啊，这个问题可能是必须要会当解释了较好啦，哈，免咱去证明讲，伊是本土台湾人，哈，要提什么安证件出来安尼啦。好，下一个请问 ，OK。不是，不是，1945年在台湾的哈，就是台湾人跟他的后代，哦，啊后代呢有真多，伊后代有的是台湾人跟台湾人结婚，有的台湾人跟1949来台湾的这中国人结婚，哦，这个关系，哦，这就是要去厘清这个物件，哎。对对对，不是认同，要证件，哎，因为认同，哎，马英九嘛认同台湾啊，他说我爱台湾，我是什么学习嘛，要变成台湾人吼，哦，嘴讲的啊，所以口头无凭呐，啊，哦，别使讲我爱台湾，我就会使啊，不是你得有迄个证明，哦，你迄当时还是恁老爸老母，伫什么时阵在台湾出世？哈，哦，这证明了。我来，还有问题无？还三分钟。啊，那无要结束啊？哎，无哈。啊，那无，咱今仔日哈。佫剩两分半钟啦，哈，啊，咱来结束安尼，哈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起立。李正，敬礼。